查理布朗、蜘蛛俠呢啲美國經典漫畫角色嘅巨型氣球，現身紐約感恩節大巡遊。當然唔少得樂隊表演，連海盜船同馬車都有。近300万民眾冒住攝氏10度嘅低温，沿途觀賞巡遊表演。有人就借機會鼓勵受超級颱風桑達吹襲、等待重建家園嘅災民暫時拋開煩惱。當地亦有義工向受桑達影響嘅家庭免費派發火雞大餐，讓全民都可以感受節日嘅氣氛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金瑩報導。